都吃上了呀。香啊，香啊，嗯，我们三个是，等到孙儿吃完我们再吃。对啊，其实很尊重你。吃饱一点啊。怎么感觉要把我们杀了的感觉？下午呢，会带大家体验一下烟花、捉鸡、捉泥鳅，农村的传统运动项目。哦，拔河，拔河。在这个之前，我先跟大家说一下，烟花呢，给大家提了1000块钱的烟花回来。哇！但是你们所有的烟花加起来真的超预算，所以只提了1000块钱的烟花。好人，那你报下来了吗？不行。然后呢，来现在说一下分组啊。首先呢，我们一组呢叫做生态养殖，就不能自己取名字吗？啊，那你们自己取吧。那我就直接说啊，是抓鱼，生态养殖。因为不是去鱼塘抓鱼，是去它的稻田里边抓鱼。哇！然后说一下规则啊，入场费。不玩了。我们帮你们抓鱼，还有入场费。有奖励，现在特殊入场费10斤，抓到一条鱼5斤。哇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，可以可以 ，OK， 玩，把我记在账上，上不封顶。哇！然后注意啊，你们的麦克风如果掉进了水里面，那么个人扣掉150斤。啊，一把。因为这个麦克风2000多块钱掉进去就废掉了。我可以赔钱，那我可不可以赔5斤？还有一组，下一组是抓鸡组。哦，我要抓鸡，我要抓鱼，抓鸡肯定没有抓鱼抓的多。但是我们里面会放很多个鸡蛋，一个鸡蛋呢算0.5斤。不是捉鸡吗？为什么捉鸡蛋呀？还有这么玩的？这不简单一些吗？捉鸡蛋。但是抓鸡组的每个人都要抓一只鸡。一只鸡多少斤？10斤。现在呢，不计算5斤，回来之后向导演组推销一下你们的鸡。那个鸡呢是正宗的跑山鸡，卖的还是有点贵的。我能吃苦，我要抓鱼，抓鱼抓鱼抓鱼吧。第三组是啊，还有第三组，还有第三组，喂猪组。不要不要，跟猪叫起来很恐怖的，到时候猪拱你。我们那个猪呢是野猪啊，也不是特别野的那种猪，它只是放养在一个山谷里面的。老师，我有个问题，被猪拱了，谁负责？算工伤吗？我负责，算工伤。工伤吗？算工伤。哎，我们可半兽人组一起去吧。那养猪组的同学呢，需要先制作猪食。哦哟，好麻烦。那就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然后呢，拎着这个桶去到那个山谷里面。我不去。哦，我想去玩。戴口罩吗？最好玩啊。可以戴口罩吗？为什么要戴口罩？不是被臭死啊？不臭一点。反正你早晚要清洗猪大肠的。喂猪的时候呢，不能吃猪。和猪进行自拍。亲密。啊，请注意，猪的脸和你们的脸必须同时看向镜头。啊。那我不玩了。这个项目不收门票，成功则奖励15斤。哇！行啊，抓鱼一条就5斤。抓不到咋办？要入场费都有时间。第四组体力劳动比较轻，需要一些脑力劳动。脑力那跟我不适合。摘草莓。不好玩，不好玩。看就赚的少，一看就赚的少。这个为什么有脑力呢？这哪需要脑力啊？摘了草莓之后，去到村民家里面推销。村民家里面。可以，这个适合我。这个要射牛的人去。请注意，人民币和5斤的比例为10:1。你卖了10块钱，我们就算你5斤。啊，算了。赚的好，这个有入场费吗？这个没有入场费。但是赚的很少，10块钱。草莓赚的太少了，一个5斤啊，我捡的都比这个多。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，草莓的市价呢在15到25块钱不等。1斤。还一个，一斤一个，你是什么草莓？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那个村里农户的家里面，然后借了2件衣服。看见这片鱼塘了吗？就这片吗？对。啊，这一片不是这片吗？这片太大了，你们抓不了。哎呀，我们就抓这片大的吧。好玩，鱼多。好逼，一条鱼都没抓到。我恨你。
那像我们现在下去吗？把裤子塞进去。为什么那么小啊？为什么这高度都不一样啊？你是不是穿反了？不是，他拿错了，都是左边。有三双是右那个左边的，三双是右边。哎，这个是右边。哦，右边可以了，可以老师可以了。咚，会掉的。这样会掉吗？不要掉。哦，我受不了，第一次穿这么小鞋，我的脚趾现在是蜷缩状态。啊！拿上我们的工具。开始吧。啊，我脚好痛啊，这个东西抵得我。哦，我跟你说很小，感觉我们要残废了。哦，不怕困难。还有小蝌蚪，我不敢下去，我有洁癖。你还有洁癖，我那么大洁癖。我有洁癖。好，那可以克服，我们一起勇敢。哇！到摔跤不知道什么回事了，告诉你，摔跤这期就废了。天哪，我们真的是他们，我们的难度比他们难五倍吧。小鸡，哇，我还没捉过鸡呢，等会儿直接鸡飞蛋打。真的？现实是一个小时。一个小时？对，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啊。那不这样可以把所有鸡都抓完了，所有鸡都抓完了一个小时。你能抓鸡吗，张瑞？可以啊。嗯。你看我那么彪悍，肯定可以抓。搞错了，再来。哎呀我黑小乖乖，等一下，你先拿到钱，我去。我们要最后抓鸡，先找鸡蛋。我能不能先去死还是鸡让我抓？一个这全是鸡蛋。找不到啊！哦，这就一张，一张，没事，油已经很不错了。场地限制，走，走走走，那一次一对一，哪个怕哪个？哇，有五斤，六六六。我们真要自己做主食啊。对呀、啊、哎，想想这就是主食，放这个主食大蒜就是这怎么做吃身的。你面前的那口锅，你踩到边吃的了。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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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面前那口锅平时就是用来煮猪食和煮猪的地方。煮猪，这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。这是羊村村长用的拐杖，这不是用来抹开小鹰。这用来炒红烧的。炒红烧的。我也没听懂，我没听懂。煮红薯，红薯煮熟之后，它就捞起来，然后喂猪的。哦哦，洗干净之后，你好像翻译官啊。你们用过见过这种灶台没有？见过，啊，在网上见过。哎，这个都锅里面的水烧开了，把刀骨面一高了。就把那个早上倒大头的货在那搞了。搞什么？
删了，来你删，我删了，你删，你看，切，哇，那我切吧，直接切到这，因为我感觉我切的有点不太一样。这个小左，哎，收收，韩总，走，你一定要小心啊，你要不然拿一个什么棍儿什么的冲一下。那个魔法小樱的那个棒子吧，魔法小樱。我觉得我切的非常的完美，是叫完美。那个还没切，就是会很介意这种，不是给你吃。OK， 猪很会喜欢吃的，你要切吗？我来。是我。我看那会儿先是这么梳着两下，然后再切。哎，但是这一坨怎么切？把这一坨全部切掉呗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觉得你好吓人，哇，这个好解压哦。切的时候可以把它两边夹住吗？夹住是什么？起来卷拢啊，夹了。你看这啥子？你吃过白巧克力吗？我都没听说过有个这么玩意儿。有没有巧克力草莓？有。巧克力草莓长啥样？长什么样？它都是红色的，都是红色的。对，但里面是巧克力。它不是味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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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是草莓。它里面是巧克力。那不是，不是。看你去发现你的宝贝。这个草莓，你喜欢哪一颗？抓住草莓，轻轻一掰，转也可以。然后喜欢哪颗，摘哪颗就可以。对，很顺手都来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草莓？这还有嘴。温差大了，然后它展开了。好，能撕了。可以吃。真吗？真是。嗯，真香。这种感觉？玫瑰味。玫瑰味。那多装一点。这上面是白的，还有白吗？你们先想想，要赚的五金额，然后来估算一下是要今天要摘多少草莓。十个是一斤，大概是多少个？是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一斤大概是多少个呀？应该在20个左右吧。20个，九个了。哇，这些五金赚的好容易啊！我天，小锁150斤就来了，10斤我就可以有10张5斤。我们搞2个筐可以搞5张，可以搞10张，4个筐我们可以搞20张。我抽风了。我抽风了，我一篮子不够怎么办？4个这样，还有，那就不慌了。今天要带多少五斤？起码带个20个五斤左右的量，不可以卖给节目组吗？节目组最好骗了。哎，你们现在就在很专心在通过草莓摘五斤，好像有想在这里可能藏5斤吗？哦，可以找5斤，这样，陈翔。我先把水果往你这装。小杨，我找5斤了。这个棚里有吗？有啊。OK。那不会有？还有蜜蜂。哎呦，那是蜜蜂。哎呀！哎呀，他没出来，没出来，快进来。没出来吧？没出来。这个5斤可以吗？这里还藏5斤啊？对，藏了5斤的。哎呀！藏了5斤，肯定不容易拿。每一盆都有5斤是吗？现在这个田地里是藏有5斤的。田地里多少多吗？说实话，我觉得五斤这个东西，其实说实话没用的，吃才有用。你好啊，我们把这个筐装满过后，我们就去摘其他味的。好，佩涵，这长了个玫瑰，哪里？哇，你看这长了个玫瑰。长了个玫瑰，这里，哎，这不是，这是我吃过的哦。你知道这个，这两个随便装。哎呀，都是发霉的就不要了。这个要，这个要吗？要。又来长了一个玫瑰，这里长了一个玫瑰，装满了，漂亮。从这个时候就赶紧吃吧，吃饱了就走了。哎，边吃边找。哎，我看到了啥？啥？是母鸡吗？不是母鸡。是母鸡还是不是呢？哎，看了一个啥东西？感觉有了。哎，
谁？是哦，是破了。哎，啊，这是什么？不是。哎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是啥呀？你们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五金？我来了。鸭子怎么都是一群一群的走啊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哦，这还有一个，我是一个都没找。啊，我一个最不擅长找东西的人，今天居然找起东西来了。哎呦，你小心小心。啊，这么多蛋，你放下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个蛋，哎，两个蛋，你拿下吗？拿下。好多，这是他们的窝吧？快点快点，小心点儿，别陷了。是我没触感。鸡飞蛋打，待会儿，哎。哇，猪！哇，猪！陈一鸣你好，陈一鸣。啊？张依然你好。张依然为什么看到我就跑了呀？你踩进去一脚。哇 ！Surprise！ 我以为是实的，居然是软的。哇！哎，轻一点。陷进去了，我拔不出来了。等一下，三二一，等一下拔不出来了，陷完了。陷完了。想问天，问大地。我这是迷信，问问宿命。我的脚感受到了水的温度。抛下所有，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。你怎么走过去的？加油！我要走过去。冲！有鱼啊！我们钓鱼了吗？你放了它下去啊！我看你，快快倒下来！我扑谁呀？哎，你怎么刷上去了呀？拼了！好臭啊！一条鱼都没抓到，成精了！什么？我先拿出来再倒掉，好神奇！后期我想给你们表演什么叫真的龙吸水啊！来，三二一，洪水！哎呦，必须给他们看我们的录像，看我们的多艰辛，必须看，不看我今天真的回去给他们看，我们有多艰辛。还十个五金出场费，我们有多艰，我们入场费都没拿到，大意了。没事。啊我的天，吓死我了，走。我的手又冷又湿，我的脚又冷又冰，我的心也是拔凉拔凉的。对，走吧，走。今天不抓两条鱼，我不回家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沟呢很浅，这个沟呢比较深，而这个沟呢入场费是十斤，这个沟呢入场费十五斤。这是假土，你信不信？我一下下去，我整个人要它。来，三二一，别试试。没事，但那边鱼游不了啊！喂，
哎，哇，根本吸不动，我吸。算了吧，我觉得我们可以选点便宜的，就那边的。三二一，八呀八！我直接倒了哟，倒。倒吧，直接倒，直接倒。快快快，推下去！哎，哎，这样子直接抓了吗？快快快！你直接抓了！快快快快快！哎！等一下，看我的。他试图在迷雾里。哎，给你放两条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我下另外两条。哎，等一下，头。哇！对不起，老师，对不起。给你，给你。鱼拜拜，不要停止。小小鱼，你人呢？小小鱼，你人都不要紧，求求了。你人呢？哎呀，来来。继续鱼，我那只鱼呢？哎哎，起来，我看看，终于，人生中第一条鱼，还有两条，进去吧你。哎，挣到第一个吗？三条了，天哪，超出我的预期了，居然没有亏本，哇！居然没有亏本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来来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里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点远，看没？哪里？看到没？那里？小小鱼，来呀！哎，进来，进进来！哇哇！哎，小叶，摸一下！我哎，差点！给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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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！不要别全！哎，你放火脸上了！丢下来呀、啊！哎，那些蝌蚪原生命，赶紧放下去啊！活。对对对。哎呀！哎，帮我扶，帮我扶下来呀、啊，张岩。你看有泥巴吗？张岩。扶下我。哦。我天哪，还有吗？哎，别跪下去了。跪下去了。哇！哇！一大坨泥。四条，四条了，二十。二十斤，我们太优秀了。那边我们怎么走啊？小鱼，哪里有小鱼？那边我们直接把那个结算了。不要，再找一下。他们可以抓鸡的，抓了很多呀。那鸡蛋。哎，张恒瑞。啊。咱俩先把这只鸡给逮了。来。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有个刺头，你过来，把它逮了，它又飞了。哎呀。怕啥子哦，五哥，你把鸭子收他给我。我在这边，哎，我们两个就这边堵他，堵他，堵他。过去。这今天这鸡有必捉。过去。哎呀。啊，无从下手。哎，等他们过来，把他们邀过来。然后我们在这边宽一点，这只，哎，拿个，好失败啊，全跑了。算服，他拉屎了。对呀、啊，一会儿我们要当着我的面拉屎。我们抓他吧，一会儿就把他宰了。来。老师，你教学一个呗，教学一个，教学一个，好，都跑出去了，怎么办啊？老师，他那个棍儿倒了，他出去了，跟这只鸡干上了。
你直接上去抓不得了呗？怎么抓？不是我，你就从后面。我怕被他抓的。他在跟我秦王绕住了，他跟我秦王绕住了。啊！他就在这儿。哎呀，狗啊！我忍不了了，我得奶行不行 ？OK， 他上去了就，这边。在这边很呆，你要多烫？来拿奶奶试试。哎呀，快呆！感觉他死掉了，小陈。老可晕。这边我看他怎么跑，我不有一点。算了，你给我吧，我死的你不怕。你把手套给我。算了，你还是给我。我听到他在绝望的呐喊。一切都结束了。让我来，你把我扛到去。哇哈哈！一切都结束了。绳子，怎么搞啊？绑了腿。绑腿？这样也可以吗？直接盖住了。哎呀，还是关键时刻，张涵予派上了用场。聪明才智。让啊！哦，那我把腿抬起来，然后你来绑。我好吗？怎么搞啊？我来。对，那你看跑了。我你还冷了点。哎呦，哎，跑出来了。啊！这树是那么凄凉的。哎，我觉得猪不会介意的，猪是会很介意这种。我会介意，开玩笑。哎，对对对，你好专业啊，接下来都交给你吧。不行，这种事情还是得交给细心一点的人来做。我很细心的，我去。OK 啊 ，OK， 你再切一个吧，好累啊！再来一个，你的手啊，很危险啊！你我小心的，现在有恐怖分子，那么细心点，再来一个吧，不行。好，剩下的都交给你了，你在接啥？五斤，我不会已经有五斤碎碎了吗？这还有没没了？那边还会有没？我可能进来的时候有吧。不会锅里有吧？哎，算了，先切吧，切吧，反正都得切完。你全部切了吗？嗯。我等，我切。你小博文，你等会儿，你以前切过菜吗？结果呀，你刚才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切到你手了，你有发觉吗？我控制的呀。你别，你别用手，你左手给我抬起来，好，我抬起来。好，我抬。抬。我塞。我们在捉猪，你们不可能也有五斤吧？猪身上有五斤，的确就有可能。猪嘴里有五斤，要不你把五斤，我帮你拿着。不会坑蒙拐骗吗？他绝对会，一切皆有。放我这儿，保险。
这是桶啊，这是五斤啊。对对对，好，给你们展示一下什么叫做大叔的刀工。我感觉这个切一半掉一半，这一半的还可以拿吗？这是啥？蜗牛。我可没有切它。这凳子也不是五斤吧？要不要再翻一下菜？可以。找到隐藏款。这怎么切？把它拍散，棒棒棒 ，yes， 跳得好，哦，它插进里面 ，OK 了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，但简单的食材也能烹饪出令人赞叹的美味。哇塞，我也想吃。哇塞，我也想吃。那一份你可以吃。突然不想吃了。突然不想吃了。来操作。来操作。操作。哈哈。最近给他们。这都成块儿了。啊，那我倒慢一点。真的有点香哎。OK， 你要不要试试尝一下？怎么讲？这么讲？对对。加油！我听懂了，加油！好香啊！可以拿个碗吗？哦呦！你给它压着碎碎碎碎，非常的好，加油！你离成功。更近了一步，你来吧。用力！哦，那还真有猪。来啊！哇，我的妈呀！你们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五斤？没有啊。谁现在？他说他隐蔽了。你们要找经过。以节目组的心态，以后把它放在自然淹没的地方。这里，五斤，五斤，牛！耶、yeah! ！这离得我很近。你很近吗？就对，离得我很近。这什么地方？就是留在中间，中间好，就最近的自然淹没的地方好。我离得近吗？我离得好近，哎，耶，嘿嘿嘿，哎，说我怎么离得好近，我怎么看不到我是瞎了吗？21个，我强迫症。哎呀，我不是21个呀，我说不是20个，哎，我是傻子吗？我在试过就完了吗？走吧，换领导。老师，我问你个问题，是说每个草莓就是不一样的价格是吗？价格一样啊，价格一模一样，品种口感不同，品种不同就是有区别。嗯，好，卖的最好的应该是巧克力。巧克力走，巧克力走，走走走走。真的，我还没想到真的有巧克力和玫瑰这个东西。我这是巧克力。哇，这果然颜色不一样。它这个漂要漂亮一点，然后口感不同。哇，这真的好漂亮啊！这巧克力的，必须第一个先吃。巧克力，这不是草莓吗？跟普通草莓没区别。如果说跟玫瑰花比的话，玫瑰花的味儿更有玫瑰花的味儿，而这个根本就没有巧克力味儿。陈金明被狗抓的经验知道，遇到蜜蜂不能跑是吧？跑。你要吓他，你不能吓他，他没有，你越跑越跑，他会追你。
不要慌了，不要管他，我们摘我们，他知道他叫他们。哇，这摘的不多，摘的真的不多，我感觉这有点亏了。这个先摘一筐呗，看我们两个合起来有没有一筐，把它倒进去。哇，你们就卖一筐巧克力草莓吗？对对，就卖一筐嘛，就卖一筐。你这只有一筐，我就直接说，哇，这个不好不好，真的不好拿，这个、不好找到，不好找到好的，所以这个只能买贵一点。哎呀，够了吧？差一点点感觉。差不多了，这只要是有点紫的，然后有点太软了，这小子被捏了，这个、被虫咬了，差不多了吧？95块，95。老板，你的驾照上怎么看这个秤不？对，是那样，就是那样看，95。95，多少斤？1.9公斤，千克。1.9千克多少斤？我怎么知道？1000克是2斤。第一个是95块，我直接贴价了。是第一个，很熟的，大草莓。这下还熟不熟啊？现在100，凑个整，算了。这个2.2斤，冰皮草莓，它是59块，加个零，60，26，67，白草莓啊，1.35，69元吧。这什么草莓来着？这是奶油草莓。哎，聪明。2斤，某个零82元，上一下。38，某个零29.7，3斤，一斤还卖50多，过2斤。我是不是太黑了呀？我只加了1块，整个1块差不多了，每个筐子捡1块。你们会画玫瑰花吗？这谁画个花花，一个花就这样就花一下，懂吗？啥？没事，加油！看起来必须得洗，不然肚子会很疼。哎呀，这肚子好痛啊！这个背都谁来背呀？你呀。那你们要分我提成。好，你啊，可以吗？好。哎，你是啥子大意？这也不多。这样，你放着，我到时候自己回来拿。你别安排人给我们拿了吧？我肯定安排人给你们拿了呀。你这个你就自己背。这个还理直气壮的是吗？来，我背，我背，我背。要往前倾，要往前倾。没有没有，那我来吧。1.5斤。哦。来，走。放了吗？可以了。6666，走吧。你好，奶奶好。我们是来卖草莓的。奶奶。帅一下吧，其实有些剧本挺好的，这看起来好看一点，那换一个吧，别到他们都不买了，换一个。你们有什么推销词吗？1.40，我卖35。够标。如果人家想尝一个的话，尝啊，随便尝，尝就能买。哎，这俩长得挺像的。给我干嘛？拿着去，帮我保管一下。啊？不是给我吃的。哎，想啥呢？那我这怎么帮你保管呢？15斤，你自己拿着吧。15斤，那不要。来了。你好，我们是卖草莓的，所以这个先说一下，这是白草莓啊，这是奶油草莓。按照我觉得的话，这两个尝起来没啥区别，就是怎么说呢？不，来，该你先说吧。就是呢。这个它吃起来，它就是要软一点，但是其实也挺多的。然后可以让你先尝一个。对。多少钱一斤了吧？原本40块一斤。哇，这么贵啊！你减个价，我们减了。30。啊，三十就三十。要这个吧。这个。这个白草莓，这个八十一，是82啊，81啊，八十减着27，这81吧，81，哎呀，
谢谢。你们是卖草莓的吗？对，卖草莓的。你再拿一个，再拿一个。哎，哎，你这是发光的，好像一条鱼啊！我看一下，我的鞋进了超多水。完了，看不见了，但我知道它，我盲猜它在那儿，只能盲猜了。在哪儿啊？鱼呢？你在这接住我，把水过来刮一下。我刮，接住啊，娃娃这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是你。哎，怎么怎么，我是啥？先回头，先回头，回头是岸。那里有冒泡的，这是没有鱼的。这全是冒泡。嗯，没事，这是一个石头上。延伸，延伸，控制，马上延伸，延伸，控制，哇，到岸了，延伸，这样，哦，哦，哇，哦，这样，没鱼呀，一片冒泡都没有啊？对呀。是真的没有。哇！快，你石头上直接下来跑过来。你确定？对，不会陷进去。但如果会湿裤子，没事。快点。哇，好重！倒着水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呀？我脑壳要爆了！哎呦，他就应该把盖子打开，然后伸一只手进去。哎呀，这去鸡窝里面做不就行了嘛？是，扛一个是一个哈。等一下，你被把鸡砸死了。不得呀，砸也砸不死。难道他们又拱到哪里面去了？怎么没办法？不如快走，嘘，快点再干，干一下，干一下。嘘，你先干，干好，然后。哎，再轻点，这力气太大了，来吧。哎，就那个后面那个，来了。给他拖过来，没办法，那个真的没办法。上，哎呦，我把他加上来了。他在干嘛？这个鸡在调戏我们呀，调戏我们呀。哎呦！啊，无从下手。他拉屎了。对啊。你为什么要当着我的面拉屎？耶，我跑了。那个你不用抓噻，我给他抓两个了。哥，你还要抓好多？他跑了。哦，你已经抓住了。我给你弄了两个。这在里面吗？肯定在呀。懂了，我刚刚看到一个方法，你哥。
你过来就不要动。对，你先慢点哈。我来。不慌不慌。知道的。要干嘛？你先说。你要玩？来了。快点。拿起来。要拿起来吗？拿起来，直接拿起来。终于抓到了。全靠我的聪明才智，其实也靠张桂儿的勇敢。谢谢你，张桂儿。轻点，轻点，等会儿他脚断了。不对不对，你那些，再送你一个结哈。直接放这个。耶！啊，再下一个，走。快抓紧了，抓紧了，抓紧了！我跟你说，给我捏紧了。走。我跟你说，手劲大哟。没事。小鸡兄弟，你那儿腿断了，也不是我的问题。我怕不给他捏断了怎么办呀？他不买残的鸡，那些东西不买。残鸡。不买残鸡。买残鸡鸡，多送两双腿，两只腿，原装的腿。你好，心情都已经落寞了。刚刚还在那飞，飞嘛飞嘛，说最后，越飞，飞我都给你扎紧点儿哈。还有一圈哦，坚持住了，小心。好搞笑哦。我这个人呢，其实我喜欢那种爽快点的，对吧？你要爽快呢，我就给你爽快的。我去把楼楼捡回来。我们装篓子里一个，哪个是你的？你想要哪只？要的是大的，喜欢那种不要命的。OK， 进去。你接吧，我进去。对，走了。张哥，你还有鸡蛋没捡完？张哥，你还有鸡蛋没捡完？啊，对，鸡蛋。小猪，你怎么眼睛红的呀？香吗？确实挺香的，倒进去就一点没有食欲了。我能行？哇塞！哇塞！看看有没有五斤呢？大儿，我现在管不上五斤。我的妈呀！好多猪！哇！小猪，哎，对对对，就你，小猪，我没看，哎呀，罗，快点走，罗，过来，哎呀，怎么走了呀？小猪，这边又有一个，这边有一只，哎，就你啊，过来，原来猪不是这样子叫啊，它是。小猪，老，看这一地像不像？不能黑他，安慰他，快过来呀！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我心里应该去干这事了，老。嘴皮子没有那么利索，小猪，我爱你。声音到那边去了，我还记得捉鸡哈。
说鱼也好，就在草莓更好。要不你俩在这拍几张自拍？真假的？我们 P 几张猪上去。哎，可以，苹果那个直接可以 P 一下。啊，没得猪，我连猪的照片都没有。你一会儿猪过来，然后摄像机直接拍一张，然后把那个抠，然后把那个人像抠出来，放到我们。我去看一下小猪去哪了。回来了。走，快，我们得抓紧机会，快点。你再这样斜一点。不是。这样，你过来，看，来了，是，看我镜头，不是的，那个、看你镜头，行，好的，你现在就可以拍了，都没看我们，小猪，走，快点啊，等一下，你先过来，我的姿势好奇怪，你斜一点，这样。哎呀，没一个看我们。这个的话就是奶油草莓，口感特别好，3.2斤，原本是40块一斤，但是我们减价了30，很好，我们减了10块。你停下来，市场价的话是一斤是40块，然后我姐给你砍了10块。这两种怎么不一样多吗？哦，这个还会便宜一点，这个只要66。哦，那就16，你看。这个多一点，这个要99，一点不少一点呢。啊？一点都不少啊，有没有少？价格？这样子，90。90两筐，90，就这一筐就行。你让老师试吃一下，还是贵。吃一个吧。好，我尝一下看。是吧？这口味真的很好。是可以。是。80行吗？80的话，就也可以，有点可以了。就是给我表演个节目嘛。行，表演节目。加油！跳啥？跳一个。还唱跳你，唱个跳啊！好。我找那个，小林姐是吧？就那个才66，快找10块。怎么从我这儿出？早知道给你一百，那不一样的吗？你这样，我在你这搬点，再给你送几个，送四个，这是巧克力草莓，这个好像，巧克力草莓，好吧，口感很好，它的这种还剩两个吧？还剩两个，可以给你挑个好一点的，好，真的特别好，给你挑个大的，会做生意啊，小朋友。对。好，三个啊，谢谢，好，本来市场上一斤40，我们狂亏啊，我们狂亏，这是60，我们狂亏，本来是60，所以我们亏了，我们狂亏啊，达到了1/3，天哪，我们亏了，漂亮，亏了40。亏了30，亏了一半，感觉好黑呀，这里看不见。然后结果突然冒出了一个老鼠，推销一下，咋？你要买草莓吗？就是。原来是40块嘛，但是我原来是60块，但是我们砍了35，30。嗯，对，你怎么跟我放的不一样啊？对，32块5，你说32块5，不行，三十，三十一，本来60，你砍40，你觉得呢？会有点亏，太亏了，亏一点也没关系的。三十，二十，
二十嘛。三十二。热水，热水嘞。三十二。做过晚会啊，今天要把零食发给大家。啊但是哈、啊，可乐不能喝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哎，老孙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五金。给多少？两张。好。哇。啊，不是你交五金，然后解锁这个可乐吗？我说把这个给你，然后你给我两张。那我不给了。给我一张，就这个。国王游戏。啊啊啊！三二一，开始。啊！左家输定了，左家输定了，输定了，左家。哇，那个太有实力了！我跟你说，那你干嘛呀？够了！二二